回头回头。还有两分钟。Oh my god！ 来，二零的，加油，努力。今天娜娜一大早摸黑就出门了。走啥？他最近参加学校排球的那个筛选了，已经过了两关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关。这次好像是老师鼓励他说去参加一下，往年叫他参加他都不参加。Hello， 一人每天早上他的校车是45分到，他30分刚从床上爬起来，每天如此。拜拜。这两天娜娜可积极了，早上一大早起床的。我跟她说，如果进了学校的排球队，就奖励她。她说要60块钱，我说可以。太阳升出来喽。你拿个西尾给伊人吧，他喜欢吃西尾。他喜欢吃吗？嗯，他昨天主动要求我说能不能给他一包。昨天在 Costco 买了一箱薯片，各种各样的薯片。好了。现在天气还可以，踩一下自行车。再过一段时间下雪就不行了。Hello， 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 Hi， 迟到了。你好。Hello， 你来快。哎呀，阿姨打招呼。你把你的猪，把你的猪猪也带出来了。什么主人？这是熊。哦，熊，漂亮吧？这边枫叶都刚刚变红。今天可是有备而来啊，带了一辆。拉车，哎，拉车怎么开？哦，下面的拿下来。这个等你来弄，哇，好重。哎呀，这还是上次 KK 买的。六折买的。嗯。好值。对，可遇不可求。对。嗯。出发。迈着潇洒的步伐。这鞋自己挑。啊。这么点色儿就哪有这么点色儿？自己挑衣服啊。什么东西减价今天？有好东西吗？啊，好东西有没有？没啥好东西啊，我看看有。哇，月饼还有，就是还能吃吗？哦，辣的芒果干。哇，辣的芒果干啊？为什么要搞辣的呢？芒果汁。哦。你试过没有啊？没有，我家瓶子比较长。我买两排。胖子叫我买一瓶洗发水呀。我要买一瓶洗发水，这个，就是我上次在 Costco 给他买的那个，不好用，他只能用海飞丝的。有这个肥皂哎，这肥皂到底好不好用呢？男士肥皂，我在 Costco 见过，还蛮贵的，化妆刷子。这个是慢炖锅。有大的有小的，小的15，大的35。韩国电饭锅，195，这个是95，不一样的。没有，这个适合放小点心和水果，千万别放正餐。2块钱一个。啊，不要那么深，我要浅一点。我们家先把我们家的菜完了再说吧。菜完了，那你。叫西亚赶快干活，对，上岗上岗。哦，你看大中小都2块，这个多少钱？78个，那一个还不用10块钱。嗯，双层的，现在不是流行双层杯吗？对，这就是啤酒杯。哦，就是对，4个，太大了。哎，这个杯子挺好看，跟鱼鳞似的。哎，这个木挺实用的，21刀，3件套。这好看不？不好看。这个不好看。哪个？鹿啊。没有眼睛，不好看哈。
五块钱这个要不要？啥呀这玩意儿？到现在我也搞不懂。抱枕呢？不行，太硬，没有手感。帽子，帽子，半价，夏天的帽子啊，全部半价。哎，阿迪达的吗？给你戴个黑帽。哎呀，好酷！什么玩意儿？衣服大打折啊！我能看见鞋子。男孩子的裤子。哎，我说你瞎买的，给你八块钱。这上衣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好看吗？挺好看的，黄黄的。黄的，给我弟他儿子。啊、哦。鞋子15刀哎。嗯，挺丑的。今天队伍已经排到这里了。就排，那就等等喽。哎，我看下被子。对，你正好在这看被子啊。你们去转去吧。我看看被子。这个是 king 的，看着还挺好哎。125啊，太大了。是淋浴的几件套。对，就是全都是。700多，好贵哟。对。马桶盖缺不缺？不缺，我们家的马桶盖会。沙发1995，两个 piece 的吧，皮沙发。这一盏节俭的落地灯95。西雅刚刚在门口都不敢进来，看今天又多了几啊，木乃伊的老巫婆，老巫婆，还有一个外星人排队买单。哎，今天我们买的不多。对，我就买了一些果汁清洁剂，帮妈妈的小能手。有这个车车多方便，太好了。